咁啊停咗，你要邊張相咪要邊張相咯。而且佢去拍 video 係 4K 質量啊，係高過好多次啦，高過你影相。這樣清楚嗎？清楚清楚。這裡是後門誒、欸。沒關係啊，繞個圈就可以。現在總統府真的啊、蔡英文也在裡面嗎？當然了。他住在裡面嗎？他在裡面上班啊。還在上班。我嚟嗰時係馬英九喺度嘅。這不是景點哦，是真的在辦公的哦。廢話。在辦公了，在辦公。佢只不過係俾部分部門俾遊客入去。咁重得唔得啫？唔係唔係真係欠。那台灣啲男仔女仔都好斯文。永遠硬不起身嘅，唔緊。桃園街喺度叫做。蔡總統。法院。哎，這裡清楚，這裡。嗯，清楚。我一直在拍。門口已經有線。我在拍視訊。在那裡。對對對，他這裡是後門。這裡是後門，我待會會把你帶到前門，就讓你拍得清楚。感恩感恩，然後搭的士有咁嘅好處。係咯，好熱情啊。因為你說你不急嘛。不是很急。啊，那還 OK。本來我們是想叫你载我们去那个台北车站，我们坐国光号的。因为我今天病了，太辛苦了，不想走。太辛苦了，玩也累哈，上班也累。哦，当然。为什么降半旗啊？有吗？没有吧。很像降半旗。啊，来，睇个卫兵，睇个卫兵，讲嘛。我睇到卫兵，我早睇到卫兵啦。比较过手嘅，那总统府嚟就系。诶，那个卫兵诶。哇，他真的是有很久的脸。哦，这个很久了，这个日本人盖的吧？哦，日本人盖的。日本人盖的。他最早盖的也就是那时候没有总统嘛，那时候干什么用的？哎，这里有一堆宪兵。哎，以前。哎，这个人，他们就干活嘢啊，唔使掂任何嘢系嘛？哎，咪先，啲手仲喐紧噶，上边，唔好揿任何嘢。喐紧得啦。这里是国防部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哎，好嘢喂！哈，出来了，光天点啊啲兵，点啊兵，点啊啲兵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他们现在要换班了。换班了，哎，好嘢！哎，他们不用做那个列队动作吗？到前门，前门在列队。好年轻哦。只是带出来而已。他这个是要站4点钟的，4点钟到6点。哦，第二班到了。对对对，他2个小时一班嘛，一般卫兵就是站2个小时，然后现在他是不是不准展演的？展演有啊，他有固定的时间，是不是不准展演呢？什么展演？展眼睛啊，眼睛不能展了，是不是？不能眨眼睛。对啊，我记得说过了。这个旁边这些行啊，你站大门的就不行了。都是那个。去大门给你看。都是形象代表人。跟木头一样啊。哇，好辛苦哦。哦，当然了，他这个很辛苦的。不过还好啦，现在他们比你才11个月而已啦。这个没有这个。哎，昨天我问那个宪兵啊，宪兵是久一点的是吧？宪兵久一点哦。哦。一般的那个是4个月吧，现在。礼仪兵更短，4个月当什么兵啊？对啊，身体都没练好。对，完全没练好。刚学会又走了。哎呀，算象征式的。还没学会应该。台湾的兵役就是这种象征式的是吧？现在这样，现在应该是这样子吧。对。而且他还有一种叫替代役是吗？对啊，就去那些跟军方或者政府部门工作就当参军了。对对对，就是替代役，就是去做义工。也不是义工。喂，北一路呀。啊，司机。哎，北一路。没有。北一路。嗱，这个好出名啊，蔡琴有一个毕业过蔡琴。有没有抢手机？哈哈。啊。正门。Make sure 你手指在 run 紧。run 紧。哇，这个阳光刚刚好。好牛棒。以前是，现在不是，现在是那个张荣发那个基金会。哦，张荣发。长荣海运的。长荣海运。长荣啊，长荣好吗？那个主席是谁啊？国民党主席是那个洪秀柱。哦，洪秀柱也是女的啊。对对对，洪秀柱。那为什么这次他退了？奇怪。啊？这次不是选的时候他都退了吗？选什么？选总统的，还选不上。不是，后来要他下来换那个谁啊？那个男的，因为觉得他可能选不上。对对对，他换
他是老女人是吧？老女人。有拍吧，有点黑，因为背光。重庆南路。所以可能。你们的铸，哎，铸币厂在哪里？印钞厂，印钞厂。哦，印钞厂在新北市。哦，在新北市。台北就从那里印出来的。对对对，在郊区。那硬币厂也是在这里，硬币。硬币也是在郊区。OK。啊，有意外驚喜喎！但我冇向呢方面諗咯，我諗眼前嘅方向諗咯。假到細。這個就是台灣銀行。哦，台灣銀行。對對對。繼續。我們用的台幣就是從這邊出來的。那你不說新北市印的嗎？哦，但是對啊，它。工厂是在新北市，那这边在发行，但是对印好送到这边再发行，就等于你们的中央银行了是吧？就等于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。对，可以这么说，在台湾叫台湾银行。哦，这个先生好出名，叫金石堂啊。佢有三个，六个咩？六个咩？冇六嘢啊。台灣有三間書店，金石堂、城邦同埋成品。台灣三大書店是吧？對，金石堂對。哦，和泰。金石堂、城邦和那個成品。成品對。就是三大書行。對對對。OK。成品的規模比較大。成品的規模比較大。金石堂現在已經開始沒落了。哦，沒落了。為什麼呢？因为很多大陆来的都非得去成品不可。也不是这么说，现在网络发达了，现在这个书店都没什么好。但有些人来买的肯定是捧着书买的，如果在网上看书，他不会来买的。哦，对，是不是？对。而且他成品也有线上书店。哦，成品有啊。有啊。所以现在大家都往成品跑比较多。成品的办的比较好，它24小时。那个质感啊，那个氛围啊，文化的氛围刚刚好。听懂？你怕不怕？你就听吧。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台北的新光园。哦，博物馆啊，屌，博物馆你唔识嚟睇我哋？我哋好多地方未，其实唔紧要噶，你留翻好多嘢，等你下次有欲望嚟啊嘛。你冇嚟一次过去晒嘅，咁系啊嘛。又系你话，去边度咧？有时间。我讲去咗边度咧？本来系有够时间，不过你又瞓得晏。你回来吵醒我，不是今早我说九点半出去了，这样你又你又说够了，不要咬这些东西，你又说未过啊，现在还在台湾啊，急事啊，等一下那个车站啊，坐巴士那个车站要拍一下，这个要下个月要拆了。啊，是吗？是吗？对，台北车站要拆了。对对对。为什么？这是集体回忆来的我。对，他这个巴士站要拆掉。你说是台北车站拆掉吗？整个拆掉吗？没有，巴士站。那巴士站是台北车站里面的巴士站吗？对，还是在独立一个巴士站？没有，他现在是独立的啊。哦，他不是台北车站。是，他是台北车站，他就是巴士的嘛，他不是火车的。OK。那就是本来我们打算坐国光号去机场的那个巴士站。对，就是国光号、这个。就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吧？没有，那个是火车站。OK， 我往台右边。到处都挂着。新双饭店。坐那个巴士是在左边这一栋。OK。左边这个有没有看到？没有。看到。国光客运。国光客运。对，这个下个月就会拆掉。哎呀，丢。下回来就看不到了。哎呀，错。那我们不是很后悔？怎么说？坐不了这个汽车站了。本来今天可以坐一次的嘛？你说巴士吗？巴士还会有啊，它只是搬家而已啊。对啊，那就没意思了。我就是喜欢旧的东西。我知道它肯定会有啊，巴士不可能没有，巴士对，可能没有，巴士肯定会有，它只是搬到隔壁的那一条街啊。这个整个这个国光客运建筑物拆掉，它要拆掉。伟大的。伟大力士，喂，王华，你一只机场睇下冇伟大呢种汽水卖？伟大力士是一种汽水嚟，嗬，司机。对，汽水，
回大一这个汽水是老牌老字号的。那跟黑松砂石比起来谁更老？哦，差不多哦，差不多。喝起来什么味道？橙汁。哎，对了，为什么台湾把橙叫柳橙？我一直不明白。柳橙。柳橙，对，在台湾是说柳橙。柳橙就是橙，就是 orange 是吧？对 ，orange 对。哦，我们只叫橙，我一直都不知道柳橙。我以为柳橙是一个另外新的品种来的。没有没有。意思，那柳丁呢？柳丁归柳丁，柳丁是什么来着？柳丁就是跟橙不太一样的。橙哦，柳丁是那个柚子，西柚。不，你们说西柚吗？对，小小的柚子，小很酸酸的。对哦，老丁，我记得我那天终于搞定。哎，那个你们香港说橙啊，我们台湾说橘子。我不是香港的，我是广州，但是我移民去澳洲墨尔本17年了，快。哦，真的啊、哦。真的。墨尔本啊。哎，对，拍一下，看这个招牌有没有？有啊。嗯。司机怎么老下不来啊？你不要锁，不要再锁先。这个是什么建筑物？红楼啊？你说左边这个吗？哦，这个是北门。哦，北门。北门就是以前台北的城门啊。对对对，台北的城门。哇，还保留啊！北京那个早拆掉了。哦，是啊、哦。那个那帮混蛋。拍一下吧。正在拍，我在拍录像，没关系。啊。我在录影。哦，城印门。这个就是台北的北门。哦。城门。哦，东南西北都有门啊。有。东西南北哦，我还真不知道北城门还保留。哦，这样。快83分钟，台北 Main Street， 台北车站就路走。好了，够快了。那是阳明山吗？哪边？那边。那个方向对，没错，对。